回去以后把方案再调整一下。我现在马上就能到家了。抓紧时间啊。好，今天晚上加个班应该没问题。嗯。好，再见。舒阳，舒阳，舒阳，你怎么了？舒阳，舒阳，你怎么了？我撞死人了。什么？你真的撞人了？你看清楚了吗？真的撞死人了？有人看到你吗？有过往车辆看到你吗？当时好像没有人。那你到底看清楚了没有？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呀？我吓坏了。我不敢下车去看。先冷静一下，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啊！我怎么办啊？姐，也许大晚上的你看错了呢。啊！没有，我撞死人了，我妈姐，姐，没事，要不然姐，你陪我去自首吧。怎么起来了？快回屋躺着去啊！啊，没事儿。姐俩有话好说，别吵啊。我没事儿啊。车就停在这儿。姐。
这有血！舒影，你吃点东西啊。你不吃东西也不行啊。给，喝点牛奶。喝吧，乖。别让咱爸担心。一切都会好的，好吗？啊。舒影，刚才一涵给你打来电话了，他想找你去他家玩。这两天你就好好休息休息啊，让自己放松放松，也别去公司了好不好啊。你最爱的气泡水。舒影，你都不来找我玩。我就是最近工作太忙了，压力大。我可看出来你闷了，笑一个嘛。好了，这就对了。我最近也可累了，这突然来了个孩子，孩子每天还得给他做饭，还得照顾他。你说我哪带过孩子呀？哪来的孩子？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孩子，他妈妈前两天出车祸了，所以就放在我们这儿，这儿照顾两天，那儿照顾两天。他妈妈出车祸了，什么车子事儿啊？就前两天。在哪儿？三马路那个路口。舒莹，舒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舒影，舒影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你冷吗？没事呀。我没事。你有事可跟我说呀。哎呀，到饭点了，我去看孩子吃没吃饭，你先坐会儿啊。嗯。阿姨，阿姨好。舒影，这就是铁蛋。哎呦，让他吃饭呀，老不吃。你怎么能不吃饭呢？铁蛋现在还在长身体呢，我去给你弄一点水果哈，好好吃。铁蛋，你得好好吃饭呢。行啊，舒影，给孩子买了这么多玩具，之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喜欢小孩呢？给你们剥点水果吃哈。快进来。哎呀，又给孩子买这么多东西。这些都是孩子爱吃的零食还有玩具。真是太过分了。没事儿，那我给你放在桌上啊。
阿姨怎么了？阿姨没事儿，阿姨没事儿啊。玩的直接就睡这儿了。我最近新学了道菜，你今晚别走了，留这儿哈，尝尝我做的味道怎么样。这孩子呀还是不好好吃饭，觉也睡不好，每天夜里都喊妈妈。唉，他可能是太想他妈妈了吧。多亏了你和我一块儿照顾他，你对孩子还这么有耐心，以后啊，你一定是个好妈妈。那本书呀，是我一个朋友的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就拿过来看。不过我也是刚看。杀生，在原始佛教中主要是指杀人，这是最严重的。人的元神是不灭的，那么你在生前的社会活动当中，可能就欠过谁，欺负过谁，或者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，那个债主就要找你。在佛教中讲，人活着就是业力轮报，你欠他的，他来找你要债。他吃的苦越大，造成他痛苦的业力就不断地给杀生者身上加。你想，你会增加多大的业力？喂，姐。白首领，你在哪？去哪了？我去自首了。你给我回来！你听到了没有？银行卡我都留下了，密码你知道的。你给我回来！你不能去啊！赶快回来，舒阳。姐，你一定要照顾好爸。照顾好你自己。你赶紧给我回来！
喂。喂，姐。姐。舒莹。你在听吗？我在。舒莹，怎么样了？我自由了，我没事了。啊？你不用担心了，姐。我回去再和你详细说啊。啊。怎么了？一恒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进来，进来说。舒莹，快跟我说说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呀？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那本书。书？我的那本书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谢谢你的那本书。这个案子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。3月29日晚9点左右，三马路发生车祸，被害人当场死亡，肇事者逃逸。我们检索监控录像，发现肇事者是一名摩托车司机。摩托车？我也没开摩托车呀。那个司机当时超速驾驶，现在已经被抓捕归案了。那这么说，人就不是我撞死的？但是监控录像显示，当晚还有另外一场事故，一辆白色现代肇事后离开。这个你看看，是你的车吗？是，是我的车。这就对了，你撞死的是一只流浪狗。什么？你是我撞死的是一条流浪狗？是。但是不管发生什么，你当时就应该报警。念在你认错态度良好，又能主动来自首，我们呢就不对你进行处罚了。谢谢，谢谢。但是以后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一定，我保证，我保证注意。在这儿签个字，你就可以走了。我真的可以走了？是啊。因为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，我也就有勇气去自首了。哎呀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嗯。哎呀，我的傻姑娘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你可真是太能忍了。没事了啊。这本书我能拿回去看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再找我朋友要一本。我那个朋友啊是练法轮功的，人特别好，哪天我介绍你们认识。嗯。这可是一本宝书啊。是啊。姐。哎呀，舒莹，舒莹。姐，你可吓死姐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是啊，姐，太好了，太